九招如果是第一型、第二型，基本上我们要完全根治不太可能，但是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式，比如说它剩下红了，你用脉冲可以让那个红再减低，但是基本上还是看到一点点，就是减低，然后维持一段时间。就有些人也许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、半年，就是用这样，你不必吃药，然后用这样去维持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式。脉冲主要针对神经血管这个发炎路径这个失调引起的红斑跟潮红，主要是走这个路线的治疗。